这里不是世外桃源，这是慈济之工萧顺章和他的田。最重要的是水质啦，你水质没有很好的话，成长不是很好，而且它的品质也不是很好，它的笋肉不会很甜。咱的土地会当起蓝，啊，以孕育出很好的农作物。然后我们这边的水质很适合种茭白笋，这爱七个月才会管。你辛苦引起来，看内底的时阵，一笋、两笋安尼，我拢讲伊是叫做妊娠轮，啊，就甲挂起来，安尼。身体胖嘟嘟，加上长出两条妊娠纹，这个有趣的比喻就是萧顺章判断茭白笋成熟与否的指标。挂到这个程度吼，咱手提袂掉啊，咱就是家拔起来，把个身躯拖出来，一边行一边甲拖出来。一般的人拢有用药啊，按古，咱就是做友善农耕，咱无爱用药啊，所以咱才饲鸭咧食犁啊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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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咧食福寿犁啊，鸭是我的长工啊。那我对我长工较好，逐工拢我用我吃，吓，伊唔再甲做工。伊只黄的是菜鸭母，这只是正番鸭，吼，红面的红面鸭，啊，这只是咱土番啊，上巧就是迄只黑黄的上巧。为虾米？诶，古早人讲鸭母精啊，鸭母真精啊，啊，鸡母真灵啊，嘿，伊拢咧食水内底物件，啊，所以福寿螺伊就拢捡捡住啊。你看咱的卡麦笋藤内底拢无福寿螺。友善农耕，自然农化啦，嘿，鸭尖笋，真假啦？啊，别人是鸭尖稻，我们是鸭尖笋呐，有什么假？风安尼吹来，有卡麦笋味的。这卡麦笋吼，真正是足水的水啦，真正是亲像美人腿啦，嘿。你敢有看到我？哎，对啊，爱去摸啊，爱去吹，才有蚵啊。因为咱无用杀草剂啊，啊，所以讲咱是要食健康的食物啦、啊。咱唔是要食药啊种出来物件。安尼有水无？啊，都是一些相信我们的人，知道我们是真的是友善农耕，他才会说哎跟我们。买我们的芋头吃健康的杂草长得比农作物还要茂盛，让人想起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萧顺章也真的跟陶渊明一样，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，他们总是天亮就下田，忙到月亮出来才扛着锄头回家去。他有那个敬天爱地的那个心情吗？然后他很喜欢回归到大自然，他心里面只要有事，他到田里面来走一遭，做一些事情，种种菜，他就会很快乐，很愉快，然后就会找到他要的答案。他最喜欢人家吃了以后，跟他讲说：“哦，孙爷，你种的物件有影甲别人无同，你搁种啥？你搁种啥？我要搁点，东西都还没长大就要搁点啊。”都是互相有小好友啦，人伊嘛讲有小好友嘛，才传我。我嘛讲我有小好友才嫁人，他真的很勤劳。师兄他一开始种这些农作物是想要就是结好缘嘛。那刚好今年遇到了这个疫苗啊，那我们当然是要跟着上人，就是上人的脚步去走嘛。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啦，每年我们都会有一日捐啦。那今年的话，应该会捐更多一点啦。这一包吗？对，一包一斤半，然后100块。对啊，100包就差不多有1万块了。
肖顺章所有的捐款都是他的血汗钱。不止一日捐，肖顺章和郭淑敏夫妻俩早就捐过两个溶洞，两个溶洞200万。今年他们又帮大女儿肖富美也圆满一个溶洞。女儿是红斑性狼疮，然后后来因为疏忽，她造成多重器官衰竭，就一个心念，我们就说哈，女儿身体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帮她捐溶洞。知道他们那时候就是抽搐，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算是癫痫，竹筷子给她咬，咬到竹筷子都登起嘞，原来听说是叫做细菌感染，因为他的肾脏那边有切片嘛，规包的细菌。然后妹妹有跟我讲说，其实他的器官，他的整个身体，其实他现在比你还要老嘞。讲白话一点，有一点就是活该啊。然后可是因为我自己的活该，我累到自己的家人，然后甚至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事或者是工作上的事。你为什么会说自己活该？你做了什么？因为他有停药，停了两个月。我们竟然那么长一段时间，身边的人都会一直问我说，可不可以不要用吃药的方式。肾脏的问题就是会全身性水肿，然后有时候靠利尿剂跟类固醇压不住的时候，就要去医院打脉冲类固醇，然后又加上吃类固醇，就是脸就会变得很胖很胖，就月亮脸。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不喜欢吃药，然后没吃药之后就感染到感冒，结果没想到就是感冒就是开始发炎，就好不起来了。总共收到两个病危通知，跟我交代很多后事哦，然后说他一定要回去当大体护士。我们都了解因缘果报，他跟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就这么短的话，那我们就成就他这样子。在这里讲话，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重生了，是一个奇迹。很感谢我有这样子的福报跟因缘，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爱跟关怀，然后接下来也是要把自己的爱跟关怀散布出去。处的饭菜香、人情和温暖，这是大病初愈后的肖富美给自己许下的任务。我在帮师姑拍他们做事情的菩萨身影，每一个志工都很认真的付出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拍照，留下很多就是记录。就是后里联络处就像一个家，就是他每天都有煮饭，然后来做环保啊，或是有出勤就可以来这里打便当。我们后里去联络处每一位师姐，他们真的都一手的好厨艺，每个都很会煮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几乎都可以说出他们的拿手好菜。2021年7月开始，后里联络处推出一周一素的爱心义卖，这可不光是煮给慈济人自己吃的，而是要拿出去卖掉。
赚钱回来帮忙买 BNT 疫苗，所以相继高手们就像跑大队接力一样，一周一速，一棒接一棒，拼命往前冲。第一棒张丽梅，第二棒卓金珠，第三棒庄连满，第四棒蔡时芬。这是我们后里联络处的相机四大天王，林冠师姐是我们这一组的销售王。这一周的一周一速要推出的是两碗，那两碗的那个主厨是我们的相机干事蔡淑芬师姐。那我们蔡淑芬师姐其实很勇猛哦，她今年才接相机干事，我们跟她沟通说是不是来推动这个素食，然后她就说好，可是她什么都不会。有一阵子是因为在卖场上班，他的时间比较不固定，啊，后来又先生生病，肺腺癌啊，照顾三年，我差不多五六年比较少参与这个慈济的活动，因为他有外遇，他有另外一个家庭。其实是我自己笨啊，我结婚不到一年，他跟他在一起，我自己不知道，到十年我才知道的。以女人的立场，我也是考虑到那个女人的不容易呀，她跟她也是不容易呀。后来愿意给我照顾啊，我就很高兴的照顾她，真的是很高兴的照顾她。失能，不会讲话，不会走路，她那个鼻胃管啊，就要拍痰，要抽痰，要翻身，连动也不会动，都是我要去抱。最后他是没有办法讲话，可是他还会讲话的时候，有一次他跌倒了，我儿子跟我送他去医院啊，他有跟我叫我一句，叫我的名字，他说什么事，说对不起，啊，我再问他什么啦，他就没有再说了。他要走了之前，我还亲他，给他安慰的话，给他亲一下，说我爱你，我还跟他这样讲，让他放心啦，嘿。没有，就这三年完全属于我，二十四小时，几乎是二十四小时，都是在蔡时芬的身边的。八正道就是蓝衣，我那个蓝色制服，他说，看到你穿这一件，我就很放心。就是安尼才会无力就对啦。你别安尼，你吐起来，你无力好吐。你爱夹发落啊，一丝啊。好。安尼才吐会起。我平时嘛，伊接单摊的啦，伊相机拢袂晓，伊敢来接一单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孙子好乖。不会苦苦的，没有苦。我们的相机干事，因为他是新的，他从不问相机，我们都陪在他身边。要炒料什么，我们都来这边来，一直来协助他，因为他不懂，他是真的很赞叹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就很勇敢的来接这一摊。今天才知道什么都不会，竟然是一种称赞。什么都不会，蔡淑芬却用一颗勇猛的心扛起相机干事的重担。他也很好配合，因为他不会的时候，我们假如跟他讲什么，他都笑嘻嘻的回应。他不会说起烦恼啊，你是在指责我或是什么，他不会。哎，不要做家己干，对啊对啊。我嘛是啊，我嘛是做了一辈子啊，嘛是拢搁咧做一辈子了，嘛是拢搁咧做。哦，嘛是搁咧做吼。用电信啊，用电信去休息一下，用电信去。阮在遮足幸福的咧，阮来做物件，拢有电信在遮。大家一起聊天，真的很快乐。嘿，就是感情好像姐妹一样，就比姐妹还要好。真的。你讲你玩不玩咯？就内向的那木头人嘞，真的是这种人啊。如果像我以前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说话。因为我看到我先生外面那个小姐啊，她都随时都很高兴。我就画一个宴，我见到人的时候我都要笑得很开心。就慢慢的，我在这个区块我都很开心。要做这个两碗的，所以那个也不能太大片了，因为太大片了会把那个两碗的皮刺破。
这个地桃这个啊，要用湿的，如果用剪的话哈，吃起来吃到的人会硬硬的，会咬不动。大家合力忙了一个上午，终于将制作凉丸所需要的内馅材料，包括竹笋、香菇、素火腿和角螺，全都切成丁。隔天，蔡淑芬又起了个大早，第一个赶到联络处去调制粉浆。这个浆啊，随着那个温天气那个温度，它会有变化。真的是经验，真的。对，我没有办法说它冷热的比例，就是凭感觉这样。刚好，粉浆是凉丸的灵魂，冷水和热水的比例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才能调出有点 Q 又不会太硬的口感。啊，就个锅先锅里底，啊，再个壳啊，面顶面锅，然后锅来，噶，因为这人咧煎乌底同款啦。就一个大家开起来，然后吼，就家抹底，家抹白，抹白安尼。志工早会的时候啊，看到连师傅他们每个月1000块、500块的。这个零用钱他们都拿出来捐了，那我们身为慈济人，自己都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。嘿，咱即马做爱钱啊，啊，都加减穷，啊，咱唔是大企业家，讲我会当还偌济，啊，咱就是安尼做，安尼加减穷，一丝啊一丝啊安尼穷活来。像顶回我做一挂手机照啊，哈，全部吼捐出去，安尼啊都。啊，送人哦，三天啦。阮姐姐吼，因来，啊，我着因拢要请因食饭，因拢唔捌要食，啊，即摆着，我着做素食来请因食吼。啊，讲食食外欢喜，你知？讲哦，你这素食来真好食。我着讲诶，我想要甲你无款诶。啊，你无款是要创啥？我着甲伊讲咱疫苗诶代志啊。啊，伊着甲我讲，这无问题。上头着甲我讲。20000，哦，我就听了足欢喜哦，20000哦吼，搁一只着搁敲电话，搁无五分钟就讲30000，哦，我还搁较惊着，是安怎奈安尼？结果伊就是讲连因要惊二十岁吼，大家安尼综合起来都要到5000。你讲你姐姐一名吗？阮二姐。素丸的迄个酱汁，是酱汁，对。啊，你熬多久啊？煎多久啊？你如果没有搅动，它马上就会烧焦。600多颗，啊，好高兴哦！本来想说，哎呦，好像没有人要订那种，就有点落寞的感觉啊，哎呦。这个你可以吃到皮的口感，也可以吃到馅料，啊，这安尼做起来就是上水的，就是安尼。一周一素推出3个月，就募到600000善款，如今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。名赞这个销售天王的功力的确惊人，而且他不止推素，凡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只要有人乐意捐出好物，他就能想办法卖出去。像这个华师傅的柚子也是全捐，然后他破布子就100包，我帮他卖了。这个是帮那个灾区卖芒果。名赞师姐她真的是销售王。他应该是说，他今年这样子的募集应该已经超过100万了，他一个人。所以淑丽师姐，你们是要多做一些来给他卖。对啊，哦，他太厉害，他是销售高手。他什么东西在群组哈，一波每个人都呼应哈。
我们现在等着要出货了。他送去台中慈院，要出多少？台中慈院今天跟我们订了46盒。销售天王还要兼当送货员，年纪和慈济一样大，今年迈入56岁，承担过10年和气组长的名赞师姐，未来也要继续用她的生命和慈济一起写历史。